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玩了6级的这个 Blade Bow， 我还玩得蛮爽、蛮上瘾的。但是今天我找到了另一个版本的，这个是动漫版本的 Blade Bow， 叫做 Anime Bow。那我们就开始玩。OK， 进来咧，还有这个教你怎样玩哦。反正它的那个玩法就跟那个 Blade Bow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但是你看下面这边，这个是我们的格挡，然后 Q 变成我们的这个负的这个能力哦。还有一个主能力可以来装备，但是主能力需要 1K， 我现在还不够钱。我有690，因为我领那个每日奖励还有那个轮盘。然后前面这个是我们的场地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始？没有人玩咩？那系统也没有提示想要开始欸，还是有卡 bug。 哦，有这个正常的，还要开始了。欸，还换场地，我原本以为只有那个一个那种圆形的竞技场罢了咧。哦，然后上面有那个成功快好像是我们的那个任务。欸，我的球我的球，这个格挡了2次，格挡3次，是是，这打起来跟那个他打击感跟那个 Blade Boy 有一点不一样欸。欸，我要杀人。哦，我杀到人了，再来。喂，你是什么鬼派气功啊？真的是动漫欸，全部都是动漫的技能。哇，这个还在跳舞，我要弄死他。欸，没有传给我。喂，啊，我没有接。趁现在我要来用一下免费的代码兑换450块钱。OK， 刚好刚好，我可以抽能力来找这个熊猫老师一下。这边旋转，拿到什么？天空步道，这看就是跳弹跳的嘞。OK， 那我试看一，我现在用不了。在你的武器库中添加了第三个跳跃。OK， 我试看一，哦，真的是超级跳，有点废耶。bang bang， 来啊来啊来来，要连打了。哎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传给那个人，结果那个人隐形，他就弄死自己。哎，对峙了对峙了，剩我跟这个小朋友。让我试一下这个游戏的连打。啊，我没有赢，我没有试到我赢了。赢了，我刚刚加多少钱？我要后置我才看到欸。这样我够抽这武器了吗？欸，够了欸，200块钱吧。看一下啊，这游戏的第一把抽到的是月亮魔杖天气工作人员。剑天气工作人员装备，一个棒哦。欸欸欸欸，那是什么什么能力？什么能力？等等等等等。哇，我靠，我面前那个人直接死掉欸。那个球的行动轨迹完全没有看到，他就飞到他面前去。有这样 OP 的技能。哎呦，我上面树上他们讲跳到这么高的哦，哦是哦，我有这个超级，等一下，哎，哦，杀掉他，那树上的人，我超级跳上去看一下，哎，球来，嘣，哎，传 ，OK， 单挑，我要下来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接到，哦，有时候我也是量不好他的距离，我想试看连打或者是那个冲刺，我不懂，玩起来这么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，高抛可以吗？有欸，球也是会飞上去欸，可以可以，这样我试看换角度欸，换角度我还看不太出来，这个速度太慢，我要善用一下我这个冲刺欸。 OK， 对峙啊，嘣嘣嘣，冲刺啊，哈哈，我应该要先点左键再点冲刺的。哎呦，一直输欸，不可以不可以，我一定要换一个能力，旋转，不要不要，空中抹布，停滞，在空中停止4秒。 OK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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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用啊哈，欸，为什么还这么快呢？说好的4秒嘞！哎哎喂哎，什么鬼？哇塞！哇哇哇哇哇！可惜我看不到，我不能观战啊，没有观战系统，赢了！哇靠，这是什么鬼技能？打到了世界末日这样。他们在打的时候动，然后嘞，然后还是一样会飞向他。哦 ，OK， 哦，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啊 ，Black Ball 的那个冰冻效果这样，传上去，传过来，再传上去，对峙。我试试看在对峙里面用这个停止技能。 OK， 用，你要不要打？你不打的话就是他飞过来，说高炮，没有高炮到，但是我硬啦，终于第二场。哎，我等下等下，又是这个技能，又是这个技能。如果我这个时候按一的话，哎，一，他不打的话就是要被球穿。哎，往后打。 OK， 第一名杀掉了，剩我跟他对峙。我还有这个能力在手，但是我想试看近战打。哎哎哎哎，哦，我没有连到了，但是我赢了。靠，哎，停，哎呦，这是我的球啊，这是我自己的球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有打到？我靠，这样近了，我自己的技能害死我自己哦。可是我以为那个距离它是可以打到的。再来再来，继续抽樱花之刃，试试看这个樱花之刃装备，看一下啊，红色的长刀，但我不懂它打击有没有变，我打看，哎，有变哎。我打下去的时候，不灵的一声，他变得有那个武士刀的那个声音。我还没有连打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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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top， 看一下再讲。哇，结果是那个谁死掉。我想跟这个连打看呢，可是如果还是自动点击，靠腰啊，我一直抓不到了。
这游戏真的爽，就爽在你一直可以无限冲刺，连打哦！我终于弄到一个连打，可是很短。还有这个人，再连打多一次，再连打，哇哦哦哦！原来连打成功的话，我就会有这个特效哦。我以为是谁的技能？stop！ 哇，刚好在我面前停，还好。如果我慢一个零点几秒的话，我就要裂开了，我就死了。哇，输掉！哇，又是这个特效，很潮啊！帅是很帅，可是很潮啊！给我好的，不要一直给我重复同样的。我拿到新的能力了，隐形！来来来，马上用，马上用！来，打给我，打给我！我想试看那个陷害人的那招，隐形！对对对对对，哈哈！可是没有陷害到人啊，然后我就先行了，冲刺！OK， 赢！再来单挑。我试看 ，OK， 我换一个角度打死了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换角度，哦，换角度又再赢一次，然后这个是第一名，哦，我又赢了，嘣嘣嘣 ，OK， 连赢五场，换，哦，停止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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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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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感觉画面都整个卡掉哎！现在连赢六场，哎呀，会，哇，死了！最高是连赢六场，然后现在我的击杀数是65，然后13场，我把那击杀数刷到100就好。哎，为什么有人到？啊，他怎样上到那边去了？你看，他怎样上了？等等，跳不上吗？跳不上呢？他人是在外面的嘞，应该是有什么 bug 让他跑出去的话死了。Cop， 我再打出一次那个世界末日这样的特效。OK， 啊，还有人卡在那个建筑里面。哦，他你怎样进去了？这是我好友哎。哦，哈哈，还有这种地方可以躲。哇塞！我在看。我没有注意那个球靠近我，再往后，再往上，再往旁边，再打，哇哦，哇，这可以飞这样远哦，他刚绕场边飞一圈回来耶，哇！OK， 已经97杀了，我只要在下一场杀三个人就可以结束了。OK， 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100杀了，玩完这场就好，哇！结果我死了，我还想拼第一的 ，OK 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边，22胜场100杀，所以平均5场胜一场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影片就先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